王教练还想请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深交，就是说拉下眼球的时候，一般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一个地方。嗯。然后呢，这个点的话，是不是一般我们是在这个上身初期去弹拨它呢？对啊。上身初期弹拨，嗯，然后动作就是稍微小一点，嗯，靠手腕还是靠小臂呢？靠手腕。靠手腕去。嗯，都去靠手腕，小臂只要带，但是你要注意，这个大臂是固定的，一定要注意固定，大臂一晃深交就没球了，千万不要晃大臂，我大臂要一定要夹死，靠点小臂带动手腕，就是这么一下，大臂不能晃啊。哎，漂亮，对对对，你注意前臂，哎，前臂，对，注意前臂跟手腕这一下。手腕的话，你看手腕有的时候走的时候不要，这个手腕不要回来太多，往后走多一点点，这个速度就打出来了。你如果回来的话，就变成这样子往上走，就是往后引开啊，往后一点点，对对，漂亮。你看这个深交的特点就出来了，你不要往右边引拍，像反交的话，哎，对对，再来啊，走，看好弧线。